اونجا که هم زنی زنی گوییم سر کار این خدمت گم نش那边打铁人，我搜起笔记本有信号。好，同学们晚上好。你好，老师。你好。好，老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作业啊，作业让大家写了一个句子，还记得吗？让大家写了一个句子啊 ，V 遮。啊 ，V 一折哒哒哒 ，V 二对不对？啊，我们的句子我来看一看啊。很多同学写的不错，写的很好啊，写对了。但是呢啊，有一点问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句子，看一看这个句子。他爱吃着饭看报，对吗？你们觉得这个句子对吗？对不对？对不对呀？他爱吃着饭看报，对吗？他爱吃。吃着饭看报啊，报是报纸的意思啊，报纸 newspaper。他爱吃着饭看报，对不对呀？对。啊，我们看上去啊，他是对的，但是。中国人不这么说啊，不这么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句子里面啊，有两个 action， 对不对？有两个 action 啊，没问题，它有两个啊，吃饭，看报，但是呢，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我们说第一个 action 看电影，对，我们说啊，听我说，听我说啊。我们说第一个 action 啊，第一个 action 是第二个 action 的 accompaniment。我们说第一个是 accompaniment for the verb two， 对不对？我们说第二个 action， second one 是我们的 main action， 是吃着饭看报吗？我们应该说啊，我爱。看着报纸吃饭可以啊，看着报纸吃饭，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但是中国人不说吃着饭看报呢，我们会说我爱看着报纸吃饭 ，or 我爱看着电视吃饭，都可以，都可以。为什么呀 ？Because 吃饭是你的 main action， but not 看报。对不对啊？你的 main action 是吃饭，看报只是just a complaint manner， a complaint stage， but not the main stage， so we can't put 看报 at the verb two 的 position。你听懂了吗？我们再看一个句子，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我的朋友总是吃着饭听音乐，哎。这个对吗？这个对吗？你说是一样的问题啊 ，yes， 一样的问题，对不对？你的 main action 是什么呀？是吃饭，对不对？听音乐 ，just a complaint manner。我们把听音乐啊 put at the first word。我们说啊，谁在说话呢？我的朋友啊，可以说我的朋友总是。听着音乐吃饭啊，这样说可以。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说这个句子要这么说。啊，老师，我是龚明。啊？你说什么？啊，高明。好 ，yes。啊 ，yes， 高明，你好。啊，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没有
点名啊，我还没有点名啊，我在说你们的问题啊，你们作业里面的问题啊，这两个句子啊，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问题，它的啊，看上去look right, but really 啊，我们不这么说啊，中国人不这么说，我们说听着音乐吃饭 ，because 吃饭是你的 main action 啊，听音乐 just accompanying manner 啊，你要记得啊，要记得怎么说他们的。position 啊也是不一样的好啊你听明白了吗啊这两个句子的错为什么错明白了嗯好谢谢老师嗯不客气好我们来点名啊第一个潘安到了吗潘安安妮尔 yes 老师萨拉Yes, 老师。Hello. Yes, 老师。Yes, 老师。好。杨梦洁，高明。啊。Yes, 老师。杨梦洁。Yes, present. 好。杨芬妮。杨芬妮。王帝祥。到了。易川。易川。贺红云。贺红云齐峰齐峰到了吗邵光到老师好李思文哎塞勒斯塞勒斯的 computer 有点问题是吗塞勒斯李思文 MC 李思文文天朗文天朗文天朗啊已经有 several times 没有来了啊文天朗somebody if you are 文天朗的朋友啊 tell him 啊要来上课了要来上课了 several times or I will tell your 你的 advisor about this issue you know 啊好几次没来上课了啊好贺宏远贺宏远和贺宏云来了吗我刚刚看到你们了啊乐嘉乐嘉来了吗？陈思琪 ，S 好 ，S 老师啊，陈思琪，王浩天老师，你是 S 老师，老师杨芬妮，好，等一等啊，杨芬妮，好，稍等一下，杨芬妮，马维远，来了，老师，好，田瑞克，田瑞克，布雷斯，来，好，莫欣。莫欣如更啊如更也是啊好几次没来了 several times 啊舍希德舍希德啊舍希德的作业很好他的 homework 很好但是呢不来上课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古龙啊古龙也是啊不来从来都没有来过。啊，没有来过 ，never come here 啊，阿拉吉，阿拉吉 ，right， 好，阿塞，阿塞，啊，阿塞也是啊，很多次没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跟我说啊，没告诉我为什么，李昂，李昂到了吗？老师来了，好，对对，到了，好，李昂，你看你有三次没来啊，你有三次没来啊，以德。因为我没有 APP 老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来。好，现在有了啊，现在有了，没有关系。现在有了，现在可以。好的 ，OK 啊，以德来了吗？以德，以德，啊，以德也是好多次没有来啊，不知道为什么没跟我说。我要告诉你们的 advisor 啊 ，because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attendance， you know 啊，马俊飞，马俊飞。马俊飞，马俊飞 ，tell me， 他有different time， you know， different time with China， 但是 but 现在是晚上 ，maybe 他们现在是12点啊，12点，中午为什么不来上课呢？I think it's not about the time difference， it's about your attitude， 马俊飞，好，孟德，several time， 孟德啊。王世杰，
Present 老师。王世杰吗？好，王世杰，你注意啊，你要注意。Present。 好，你有四次啊，有四次没有来，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啊。杨娜娜。Yes, 老师。啊，杨娜娜，杨娜娜，昨天你没来。Next time, if you have some problem, 啊，你有事啊，你有事告诉我啊 ，ask for leave, 啊，请假，跟我请假。for 不要不来啊、okay. 啊，你要告诉我。好，舒加特，舒加特，奥斯曼，奥斯曼啊，奥斯曼的作业也很好啊，但是呢，不来上课。老师在睡觉呢。在睡觉呢？哎哎哦，好哦，我应该给你一个名字，但是我忘了 ，sorry 啊，你来了吗 ？Hello， 啊，你来了吗？好，赛义德。赛义德来了吗 ？OK。老师 ，My name is 李思文。嗯哼。什么呀？李思文来了。啊，李思文来了。杨芬妮。杨芬妮。嗯，好。对。尹川。嗯 ，OK。尹川。Present。嗯，好。李思文。李思文来了啊。好，文天朗。李思文，你要告诉文天朗啊，要来上课。啊，好几次没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 ask for leave， 没有请假，为什么呢？好，乐嘉，对，啊，乐嘉，乐嘉又没来啊。田瑞克 ，Yes， 老师 ，Yes， 老师。乐嘉吗？好，田瑞克 ，I'm here， 累了，老师。谁？你是谁？田瑞克。啊，田瑞克，好。莫欣。Yes。莫欣来了吗 ？Hello。吴庚。Hello。舍希德。Yes。啊，舍希德。老师。你是谁 ？What's your name？ 老师。What's your name？ 莫欣。莫欣 ，OK， 莫欣 ，I give you attendance now。啊，好。古龙。嗯，谢谢阿塞。不客气。以德。马俊飞。孟德。老师。Who are you？王浩天，老师 ，someone has attendance two means what？ 是 ，what's your mean？ Someone have attendance who？ Yeah， one two zero two means what？ Two means late。Yeah。啊 ，two means late。Oh。Okay。Yeah， two means late。One， yeah， you have attendance。Zero， 没有 attendance 啊。好，赛义德。And this guy 来了吗？加政，奥斯曼，舒加特 ，OK， 好。老师，我来的。你是谁 ？What's your name？ 好，下课再跟我说啊。下课 ，Tell me about your attendance，OK、okay。好，我们开始上课啊。好，上一节课我们学了第四课的。Text one 啊，课文一，我们学了一些 new word here。今天的。那我们学了一些 new word， remember 这些 new word， 第一个怎么读啊？嗯。比赛。哦，这个是我们已经啊，我们上上节课学的啊，不是上节课，我们上节课学的是这里。两个 sentence remember 啊，又，我们都学过了。又。啊。好，刚刚我说了你们的问题 about this sentence， 啊 ，this sentence， 啊，李思文的有一点点问题，啊，我们说是总是吃听着音乐吃饭，但是不能说你吃着饭听着音乐，不能这么说，我们说是听着音乐吃饭啊，你要记得 ，because the first section， the verb one， verb one is a complete state of manner。And the verb two is a main action. Main action. 你可以说听着音乐啊吃饭，但是呢啊不能说吃着饭听音乐，你要记得啊。好，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一个 sentence， 一个句子啊。我们学到哪儿了？我们课文学了吗？课文学了吗？没有学吧？课文。你是的照片呢？没有，老师。没有学。好，我们开始学习课文二啊，课文二。谁呀 ？OK， 贺宏远和贺宏云，你们已经有 attendance 了啊，不用跟我说了啊，不用跟我说了。
好，我们看，我们来看啊，课文二啊，小明，小明，哎，小明，哎，这个名字呢？这是谁？马克、嗯，怎么读啊？马可，哎，马可。马可 yes， 嗯，要记得这个新名字啊，新名字啊，马可，yeah， 他是小明的，他是小明的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嗯，小明和马可在教室，马可，嗯，在教室，他们说什么呢？在说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录音啊 ，try to understand it 啊，理解他。And then we have some question. 好，我们开始听录音。等一下啊，就这么问。等一下啊，好，好，开始听录音，开始。第四课。他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Lesson 4. She always smiles when talking to customers. 课文一，在教室。Text 1. In the classroom. 这是你们比赛的照片吗？是，这是我们比赛后照的。照得不错。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不是，那个又高又漂亮的女孩是二年级的。旁边那个拿着书笑的人是谁？那是我。生词。嗯，好的，课文听完了，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有几个问题。好，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读一读啊，问题。小明和小明和马可在照片，对吗？在看照片啊，在看照片，对吗？在看照片，对对对啊，对啊，很简单，他们在看照片，看什么照片呢？看什么照片？比赛照片，比赛好，比赛。比赛照片，哎，很好啊！他们在看比赛好找的比赛的照片啊，比赛的照片 get。你再看第二个问题，照片是嗯谁的声音？哎呀，这么大，谁的声音这么大？可以啊，注意一点啊。好，是马可和他的同学们比赛前照的，对吗？同学们比错的，对不对呀？不对，错了。对，为什么？错了，错了，为什么？因为照片是比赛后的。嗯，怎么说呀？啊，比赛后照的，对不对啊？比赛后照的，我们说take photo， 上一节课我说是拍照片，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拍照片。啊 ，mean take photo， 我能和你拍张照片吗 ？Remember 啊，我能和你拍张照片吗？照片吗？哎，照片。Yes， 我们说 take photo 啊，用拍啊，拍照片。And here， 它用什么呀？照啊，照照片。Yes， sometimes 啊，有时候 sometimes 中国人也说照照片。就是照 ，just like 拍啊 ，means take photo 啊，照照片啊，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他们是比赛前照的，不对啊，是比赛后照的啊，时间不一样。好，再看第三题，照片里的马可是二年级的，二年级的，对吗？错了。为什么错？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呀？那个一年怎么说？为什么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课文啊。
小明说哪个有照的不错，小林你们都是一个年级，什么是谁的我来看看是谁的，你们的 microphone 你要注意一点啊，你 notice it and check it 啊，不有太多的 noise 好不好，好，那我们看一看啊，问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哎 ，remember 什么是一个年级？还记得吗？一个什么意思 ？The same grade. Yeah, same grade. 哎呀 ，same grade. 啊，小明问是一个年级的吗？马可怎么说呀？他说什么？不是，啊、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那个。嗯，那个有高有漂亮的女孩，女孩是二年级的。哎呀，女孩是二年级的，马可呢？她是吗？马可没有。她不是，对不对？她我们说不是啊，我问是吗 ？Answer 不是，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年级的。女孩是二年级的，马可不知道啊，不知道，他没说，对不对 ？So。这里马可是二年级的，不对啊，不对。好，最后一个问题，来读一读，你会读吗？旁边那个小车，是小的人是谁？是小明吗？小的人就小明，小明是吗？小对吗？对对，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Are you sure？ 啊，是小明吗？是，对，不是小明。为什么对啊？为什么错啊？为什么错？那是马克。哎，好啊，王立强非常好啊 ，very good。我们看一看这个这句话啊，看谁问的呀？是谁问的呀？小明问的，对不对？他们小明问啊，旁边那个拿着书笑的人是谁来？是谁？马可说啊，那是我，是马可，那是我，那是我。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在小明和马可在看照片，对不对？在看照片，是谁的照片呢？是谁的照片？马可的照片。哎呀，马可的照片，马可，对不对？啊，小明在看马可的照片。咦，照片里面会有小明吗？不会啊 ，never， 不会有小明啊，只有马可。所以这个问题啊，不对啊，怎么会是小明呢？啊，不可能，对不对 ？Never 啊。好 ，OK 啊，这几个问题啊，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啊，你会了吗？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课文吧。我想听你们读一读，看看谁想读啊？谁想读啊？前两句啊，前两句谁要读一读？First two sentences， 啊，布雷斯，啊 ，Are you here？ 你在吗？布雷斯 ，Hello， 布雷斯，别说，好，老师我也要读，好，王浩天等一等啊，等一等，布雷斯先，布雷斯读小明 王浩天读马可，好，开始，布雷斯，这是我。没有拼音你会读吗？你们这是你们这是比赛也比赛比赛的照片吗？哎好可以是这是我们比赛后照的好可以布雷斯看我们有两个生词对不对 new word 第一个比赛比赛 你要记得啊，要记得 ，remember it， 这个照片，照片，这两句很好理解，very easy to understand 这是你们比赛的照片吗？马可说，是这是我们比赛后照的，yes， this sentence the point is 后，对不对后。前 or 后，比赛前 or 比赛后后 means after after。好，我们再看小明和马可这两句谁想读呢？谁要读？照
找的不错。啊，谁有读？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啊，谁在读？啊，谁在读？好 ，OK。好，你读的不错，你读的不错。好，萨拉来读第二句。啊，马可说。读了吗？啊，萨拉，来，你来读，马可。嗯，不是，那个有狗有漂亮的女孩是二年级的。嗯 ，get 不错啊，你读的很好啊。小明说，那个有漂亮，照的不错，照的不错。二年级啊，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你们是一个年级的吗 ？Look here 啊，我们有一个是。啊 ，the sentence remember 啊，是 the sentence here， 还记得吗 ？For example 啊，我问，记得了啊，问啊，你的杯子啊真漂亮啊，你的杯子是在哪儿买的？还记得吗？啊，在哪儿买的？啊，我们用啊 ，yes， 是 the sentence to emphasize something， emphasize action happened。A place, the time, and the manner. 啊，对不对？啊，是在哪儿买的 ？I'm for something, something. And look here. 啊，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 ？Look， 这里也有一个是的 sentence. 啊，问啊，问。I want to emphasize grade. 啊，是一个年级的吗 ？So between 是和的 ，this. This content is something that the speaker want to emphasize. 啊，你们是一个年级的吗？啊，马可说不是。啊，那个 look 啊，又高又漂亮的啊，又高又漂亮的女孩是二年级的啊，是二年级的。好，啊，最后两句啊，谁要读一读啊？这两句很好读。嗯，来看一看。好，马维元，啊，马维元。你来读、好，你来读。啊，旁边那个拿着书小的是让谁？嗯哼，好，最后是那是我，那是我，那是我。好，马维远啊，你看这句话，你读的。有一点问题啊，一点问题，你来听我读。旁边那个拿着书，那个啊，拿着书小的人谁？人是谁？啊 ，listen to 啊，and notice 我 I stop where 啊，我说那个拿着书笑的人是谁？yes。拿着 书笑的人是谁 ？Yes. Look， 这是两个 action 啊。拿着书笑的人是谁啊？要这么读。拿着书笑的人是谁 ？Yes， 旁边记得这个词啊，旁边 beside。旁边那个。beside 啊，好，那是我。这个课文不难，很简单啊。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有没有问题？听懂了，老师。好，你听懂了。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照的。照的。嗯哼。那个那张。什么时候？照片是比赛后的。比赛后照的。哎呀，照的。Answer 啊，是。比赛后啊，比赛后那张照片。好，第二个啊，照片里谁是二年级的？谁呀？谁呀？二年。那个。有狗。Yes， 有狗。有狗有漂亮。有狗漂亮漂亮。很好。的女孩。女孩。女孩是二年级的。二年级的，又高又漂亮的女孩是二年级的。好，最后，照片里马可在做什么？照片里马可，马可拿着书 ，yes， 啊，笑的，他在拿着书笑，对不对啊？马，哎 ，sorry 啊，马可，马可，马可。这是
马可在拿着书笑。好，这是我们的 text 2啊，现在学完了啊，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 over this sentence this text？ 没问题，老师。如果没有问题啊，下课后要再读啊 ，listen to recording and read it again。Try to read it，好不好？要记住 new word 啊，记住我们的 new word， remember it。比赛，比赛照片啊，王浩天，照片啊，照片，好，照片 ，yes， 我们啊 ，so I think text two 啊 ，this text we have learned I think 啊，这个是我们的。Oh my god, 好吧 it's time again. 学苹果。好，又学了一遍啊，又学了一遍 again. 好，我们已经学到了课文二 ,sorry, 啊对不起意思。已经学了啊，为什么告诉我没有学，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几个 new word 我们也已经学了对吗？啊，第一个怎么读啊？我们再看一遍，聪明 clever smart 好，第二个呢，这个呢，热情什么意思？这个呢，努力 hard working。 好，这个呢，总是什么意思？always 好，这个呢？回答什么意思？回答 answer 好，最后一个站什么意思？stand OK 好，学过我们不看了啊，学过没有 learn it 啊，我们还学了对不对？对 yes。你说热情 how we can use in a sentence 热情 also adjective you know can describe somebody's personality just like 聪明啊，聪明热情 means warm or enthusiastic and later I will show you some picture picture for 热情啊，我来给你看一看热情啊，什么是热情，我们看一看一个图片。Enthusiastic 图片看在哪儿啊，我们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 is really 他们两个怎么样，很热情 right， 很热情 very warm 啊，很热情。我们还可以怎么用热情呢？ For example 啊， when someone someone 他们很热情他们look 我们热情是对啊，对 somebody 热情啊，我们可以对 somebody 热情。 For example 啊，一个女孩啊，一个男孩 a boy 很喜欢一个女孩啊，很喜欢一个女孩是 so when the boy met her 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啊很热情啊，他会对女孩很热情对吗啊，对女孩很热情 very warm 啊 to this girl，可以对 somebody 热情啊 ，very warm 啊，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啊，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很热情。For example， 他是一个热情的男孩。他是一个热情的男孩啊，大家yes 啊，大家都喜欢他啊，大家都喜欢他。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很热情啊。很热情 this personality I think 啊，大家都喜欢对不对啊，大家都喜欢他 everyone like it 啊，这是热情啊。好，现在啊 you got it 听懂了吗？你也谢谢老师。好，不客气。好，I think we have learned stop here 我们学的对对不对啊，对是什么意思？对，对是什么意思 ？Right，right， 对。我们学了right 啊，你说对了啊，你写对了 ，means right。我们还说right 啊，运动怎么样？运动好不好啊？
运动女生对身体好，还可以，还可以说啊，对我说 ，look 啊，对我说，什么意思？什么是对我说？对我说，对我说，at me， at me to me， said to me， 对不对 ？said something to me， said something to me。啊，我们可以啊，他笑着对我说，他 say something 啊，对我说什么呢？啊，他买了一件又漂亮又便宜的衣服，他笑着对我说啊，要说这一句话啊，说这一句话 means talk to me or tell me 啊 ，said something to me。我们可以他对我说，我们还可以妈妈对我说，啊，对我说。妈妈对我说啊，你要多吃点儿水果啊。妈妈对我说，妈妈 tell me 啊，你要多吃点儿水果。And after 啊 ，after this 对我说 means somebody have said something to me 啊 ，somebody said something to me and then 啊 ，some sentence 还可以。医生对我说，医生对我说，你要多喝热水。热水啊！医生对我说啊 ，Doctor tell me， 还可以，老师对我说，对不对？啊，老师对我说啊，你要多读啊，多读课文。你要多读课文啊 ！Somebody 对我说啊，这 means somebody tell me， 还可以怎么用呢？还可以啊，对 somebody 笑了，他对每个人都笑啊，对每个人都笑，也常常对我笑。常常常常，什么是常常啊？常常是什么意思？常常 usually。Sometimes. Now get usually. Usually, just like 经常 Remember 经常。经常。经常。还记得经常吗？经常。经常哦，常常 means usually. 可以，他对 somebody 每个人 everyone 对 somebody 笑什么意思呀？什么是对 somebody 笑啊？什么意思 ？Smile. 笑什么意思？Smile. Smile.Smile at somebody. She smiles at everybody. Yes, smile at somebody. 可以对每个人都笑啊 ，smile at everyone. 也常常啊，对我笑啊 ，means smile at me 啊，常常对我笑啊。To appraise 他的 polite or something else 啊，对我笑可以对 somebody 笑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啊。可以，老师对我们班每个同学都很好 ，yes， 我们还可以对 somebody 很好，对不对？啊，对 somebody 很好，啊，对，对 somebody 啊，很好，很好 ，or 我们这前面啊，前面 look 老师啊，老师也是 somebody， 对不对？可以 somebody 对 somebody 很好啊 ，look means very kindly 啊 ，the first one 啊 ，very kindly to this one 啊 ，means kindly or somebody 对 somebody 不好啊，不好 means badly 啊，对他不好啊，好，这是对啊，可以对我说啊，也可以对哒哒哒笑，也可以对哒哒哒好啊，好不好，好，这是对的方式啊，记住这三个啊，记住这三个。我们题错了，好，下面我们来开始看课文二啊，课文二，我们的时间，yes， 我们的时间啊，金花老师 ，yes， 你有问题吗 ？Hello， 没有问题，老师。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好的？好的。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好的对的？好的对的。Commonly use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they use 好对的。我们说对啊，我们说对，这个对是什么意思？对 means right， 对不对 ？Right。我可以说，你说问啊，老师，我说的对吗？
我说的对吗 ？I'm right 啊，我说的对吗？对。啊，你要怎么回答 ？How to answer？ How to answer？ 对吗？我说的对，你说的对。啊，我们可以说对，可以说对啊 ，means right， you're right。对。嗯，我再问啊，下课后我们一起去商店。是。嗯，商店。好吗？好的。Yes， 好的。好的。OK， 嗯，好的。好，这就是对和好的。好，对和好的的好的的 difference， 我们也可以说好，也可以这么说。And when to say how are？好啊，也可以呀、啊，好啊，啊这啊、this sentence answer 可以说好啊，也可以这么说， answer. 嗯，可以这么说。嗯，好，我们来看课文二啊，课文二，小丽啊、和同学，小丽和同学在教室，他们在说什么呢？啊 ，talk about 小红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说小红什么。开始，课文二，在教室 ，Text two。In the classroom. 你觉得小红怎么样？她又聪明又热情，也很努力。我看她总是笑着回答老师的问题。她对每个人都笑，也常常对我笑。你是不是喜欢她呀？喜欢她的人太多了。你看那些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的，都是等她的。好的啊，听完了，你听懂了吗？都是你听懂了吗？啊，这句子有点长，对不对啊？有点长，你听懂了吗？来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小红经常小红啊，经常啊，经常啊，经常经常对别人笑。什么是别人呢？别人Other 别人是什么意思 ？Other people 别人。嗯 ，Other people。Yes， other people。那别人的 Other people 啊 ，Yes， 对吗？对不对？外人。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对。为什么呢？对。怎么说的呀？对。嗯，这个同学说啊，他对每个人啊都笑，也。常常对我笑，很好。So， 经常对别人笑 ，right？ 我们再看啊，第二个问题，喜欢小红的人，他不太多。谁错？这是什么？为什么错？改错了。为什么错呀？你还记得吗？怎么说的呀？啊，同学说，喜欢他的人怎么样啊？太多了。什么是太多了呀？so many， 对不对？啊，这里呢，他说喜欢小红的人不太多。什么是不太多呀？什么是不太多呀？啊，太多了 means so many 啊，不太多 means a little， 对不对？啊，很少，不太多就是很少的意思。不少。不少啊，这个不对，不对。好，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来读一读。正在门口的房子，那些人都是喜欢小红的人，对吗？对的。对吗？对的。啊，等在门口的那些人啊，都是喜欢小红。对吗？对不对呀？我们看看啊。对的，就是对。他说什么呀？啊，太多了啊！你看那些拿着鲜花。什么是鲜花？鲜花是什么？Fresh flower。鲜，我们学了什么呀？新鲜，还记得吗？Fresh 啊，新鲜的花，我们说是鲜花 ，means fresh flower 啊。
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的站在门口的都是等他的等 means 什么是等 wait、啊、为什么要等他呀为什么要等啊因为yes 很聪明啊很漂亮完成你有很努力所以呢所以他们都喜欢他啊喜欢他所以他们等他啊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等他啊这是为什么啊 so 这个是对的啊等在门口的那些人啊 yes 啊你说你说老师别人 means other people 啊比学生在哪里啊什么在哪里你再说一次means 别人 means other student can we say 别学生不我们可以说别的学生可以说别的学生不说别学生我们说别的学生 means other student 别的学生别的学生你这么说啊 yes, yes. 啊别人是一个你要记得啊别人是一个 word 啊 word 啊 means other people、yeah. 啊 other people 啊它是一个 word 啊别的学生啊别是一个 word 啊别 means other and 学生 student 它不是一个word 啊别人是一个 word 啊 means other people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啊对的坐在门口对吗门口对吗坐 the seat 对不对呀等三对吗对吗对吗有是坐在门口吗你确定吗阿叔对不对呀来看一看啊对啊拿着鲜花诶他们是怎么在门口站在门口啊，这里怎么说呀？坐在门口。错了。什么是站？站对吗？站 to stand。坐对吗？第二坐 to sit。坐站不对。好，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错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课文啊。小丽同学在教室，他们说什么呢？你觉得？小红怎么样 ？Look, this structure again, 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样 ？To ask somebody else opinion, 问别人啊，问别人的 opinion, 问 talk about what? 小红啊，小红是一个 name, 对不对？啊，它是一个名字，小红是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同学怎么说呢？来读一读这句话，读一读啊，一起读一读，他。他有他有聪明有热情也很努力很好啊我们说这里有三个 new word 啊三个 word here 我们同学啊这个同学觉得小红好吗好不好同学觉得小红好不好小红啊很好小红对不对很好同学觉得小红很好啊很好 so 怎么好so sometimes 有时候你觉得一个人很好啊 of people 他很好他怎么好啊你要怎么说呢怎么说他好呢他很会说啊很会说他说又聪明又热情也很努力很努力他很好他很好我们再看这一个小丽说啊小丽觉得他好吗我们来看一看啊我看他我看他嗯他
总是 always 啊，笑着回答老师的问题啊。Yeah, answer 老师的 question 啊 ，with smile 啊 ，very polite you know 啊，笑着回答老师的问题啊 ，very 好，非常好。啊，同学说怎么样啊？他对美国人都笑，也常常对我笑。Yes， 对每个人都笑啊 ，remember 对 somebody 笑啊 ，smile at somebody。Yes， 也常常对我笑啊 ，look。哎，这个同学说他常常对我笑，哎，可能他喜欢他，可能同学很喜欢小红，对不对啊？常常对我笑啊。好，小丽说什么呀？小丽就问了，你是不是喜欢他？啊，问什么呀 ？Yes or no， 对不对？啊 ，Yes or no，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啊，同学怎么说呢？喜欢他的都是等他的 look 啊，喜欢他的人啊 ，the people person who like her 太多了啊，你看 ，yes， 你看 look 啊，那些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的人，对不对？拿着鲜花站在门口的人啊，都是等他的啊，都是等他的 ，waiting for her 啊，都是等他的。好，这篇课文我们。学完了 ，clear 啊，意思明白了吗？听懂了吗？明白，听懂了。明白了啊，我们有两个问题，很简单。第一个，喜欢小红，喜欢小红的人多不多？多不多呀？太多了，对不对？很多，太多了。喜欢小红的人太多了。好，我们再看二。小红怎么样？小红有热情，聪明有热心也，也很努力，他很好，对不对啊？小红怎么样啊？怎么样？他很好啊。好，这是我们的课文二啊，课文二学完了，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老师。好，没有问题。好，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会儿啊，下一节课我们开始学课文三。好，十分钟。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的。再见，大家。再见，老师。好的。谢谢。